今天四大爷说就在两头猪，主要的是还是四个人分，这屁股画的焦虑。走吧，进屋来。哼啥哼哼？你就看我赶猪，你就知道我有多温柔。我们整死儿。再看看这俩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二大爷大哥干的活不能拍，拍了条哥也不让我播。来吧来吧，洗个澡，好好的一锅水让你们整缺黑，洗吧洗白白，洗完白白直接上床。看看这双人大腿床，还带蓝边呢，仔细看看白不白，就这不比打的粉底还白，就这小猪肉白里透的红红玩的，瞅着不灵不灵的，怎么样？